公堂之上，公堂之上。一瞬间来到泰国，感觉。对，我们去池子那里池子看一下，摸一下，玩一下水。对啊，这个这里可以净化，可以净化我们的身心灵吗？把我那污秽很纯洁的心灵，再用的污秽一点。不是灰。那这，所以我以为它是一个庙。不是不是，它是一个人家公祠。就是那個、那这是是祭祀。奇怪，也以为是。对啊，那是什么信的？哦，就是那个、啊，他们就祖先牌位。对啊，那是什么姓啊？唐啊，陈啊，林啊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对啊，真的不是。我以为这是庙。对啊，这是庙。其实我们过头，原本到那里有一个小路。哦，那里也可以走，只是那里有一条路，它会突然往右撇，比较不好玩。哦、还是由汽车禁止进入，对，摩托车应该可以进。摩托车可以。对啊。阿成，你这背包是当兵的背包啊？啊，是啊，应该不至于。是啊，我们那家有，那就直接骑走啦。什么雅马哈之类的，还不错。在内地那个地方，我一开始也问他说我要牵走，他说不用。他说不用啊，笨蛋。笨蛋，直接送你就好。不用啊。然后他一直问我说，你敢是不是有没有想要买？那你等一下检查一下轮胎是不是有哪里有破，到了雷残，他就可以说你要整台买去。没有，他很有自信，搞不好哪一天我都发现我是被装了监视。哦，就是这个池水，它这是天然池水。就是这个嘛，落井下石的池水。對對對對，你要玩是不能玩，因为你会看到蛤蟆出没。这是天然涌泉。对对对，天然涌泉。酷哦。他、啊、为什么他要弄一个，好像他在守护的神？因为他们是说曾经有那个，就是保佑他们，好像是顺产还是怎样。那是一颗石头吗？对，在这前面你可以去看。对，它就是石头。对，那个石母它怎么发现的？没有，只是因为刚好这附近有水，然后刚好又有一些神迹，然后就找一个大石头。对，因为这种比较像客家人的会做的事情。哦，石母娘娘会真的干掉，它就是一个石头，还是娘娘母石？石母娘娘，娘娘母石，它是一个石，叫做娘娘母石。那石母娘娘到底是神？就是他们认为就是一种神明的象征，对，它是一个石头啊，特别干一个这个，真的哦。所以我们刚刚骑车过来是可以骑，爬山可以骑过去。所以等一下，如果你要出去，我们可以怎么走出去？刚刚就是很怕，根本不能，然后就回头骑在那边去。我第一次走这里，我们可以下去玩水吗？对啊，应该还是比恒河水干净吧。一池玛莎拉，一手胡椒粉，一手自己的一手吗？一手玛莎拉，在佐以那个厨师的手。卫生程度只有轻度、重度、硬度、硬度。对，我每天都在看维基小哥啊，另外一个频道也在仿照他，在用那个破伤风小刀切一个薄片，放入全秀锅里。全球放入法克油，加热多少，然后再拌炒。哦，那要说我们不去弄一下，我去弄一下，你看。